十四份录取通知书的重量是1000克，这其中的0.07千克将带你走进荆楚大地，迈进长大校门，领略长大色彩，倾听长大声音，感受长大重量。长大校徽的重量是0.04千克，这0.04千克将彰显你的长大身份，同时也是80年长大历史变迁的最好见证。长大学生卡的重量是0.02千克，这0.02千克将带你穿越3大校区，尝遍8个食堂，当然也会带你领略404万部藏书，为你的孜孜不倦找寻最适合你的精神食粮。最后，他还会带你走进温馨宁静的空间，感受属于你的小确幸。157千克，是蓝天碧海里对话10000年前的重量。1.5千克，是希望田野里培育生机盎然的重量。0.16千克，是物质消融重组千变万化的重量。0.5千克，是星河灿烂千年固处的重量。0.4千克，是治学之岁，持百金而寻经方的重量。在这里，每一个重量都是你将参与的长大生活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取得第一名，大家一起干杯！耶、yeah! ！每一个重量也是你将经历的大学时光。这些重量将伴随你汇入长江，奔向大海。青春也将会因这些重量而变得有分量。当然，在这里，注定有一些重量是无法估量的。舍生忘死，命运与共，疫情期间奔忙在一线的长大人的重量，5个思政，3权育人，长大10年，全力为社会培养新时代奋进者和追梦人的重量，潜心钻研修身治学，每一位长大老师献身学科建设的重量，无畏艰辛只为笑脸，阳光号列车志愿者行动前行20年的重量，辛勤付出关怀备至，每一位长大教职工无私奉献的重量，融合发展共创未来，3区融合联动发展，为荆州加快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的重量。求实、进取、创业、报国，长大的每一份重量都将带给你立足未来社会的勇气，追求创新维新的智慧，探寻学术真理的信念，最终将带给你如何成为你自己的力量。不惧来路，不忘归途，这一刻来长大，一起感受青春的重量。